小猴子认真盯着荧幕玩游戏，一手握着装有香蕉冰沙的长吸管，另一手操控游戏摇杆。不过把画面拉近，游戏摇杆居然没插电，太神奇了吧！小猴子竟然是用念力玩游戏，原因是他的脑袋里装有一颗马斯克旗下脑机界面公司 Neuralink 的晶片。如今马斯克宣布，这晶片已经正式植入人脑中。马斯克在 X 平台上激动发文，近日已经完成首例人脑植入晶片手术，而且被植入晶片的人复原情况十分良好。We're going to aim for in humans, are restoring vision. I think we are confident at this point that we will succeed at many, it's solving many brain injury.Issues, spine injury issues along the way. 植入脑中的 Neuralink 大概是五枚硬币堆叠起来的大小，主要是透过名为 Link 的植入物发挥作用，连接读取大脑讯号，进而操控动作。马斯克的愿景就是要做到让患者重见光明，瘫痪人士也能重新自由行动。东森财经新闻王家宏、张可君综合报道。